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如何记得这个世界在2020年？你会如何记得台湾的一切？瘟疫蔓延，所有心思意念因而改变，只能以眼神交汇，以口罩蒙面。额头的温度 37.5 是界限，约好的旅行留下遗憾，跨国的恋人和亲友充满思念与抱歉。135是你，246换我，提醒买口罩成了彼此的关切。洗手20秒，左酒精75度，这些数字是日常不能忽略。不让害怕成为习惯，团结才能勇敢。2020，齐心画出每一个圈，记得零的每一天。未来历史会记录，奋力一搏的世界之子，台湾会受眷顾。Keep hero, be hero, we are Taiwan.